有一种人，他有一群特别的学生，他教他们跳舞、投篮、爬单杠，还有骑脚踏车。虽然这群学生喜欢调皮捣蛋，但他就是有办法可以让他们乖乖上课，做出高难度的特技表演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猴子训练师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会不会握手？会不会握手？大头，你在做什么啦？我在教伯伯握手啊。握手？你要教伯伯握手？嗯，是啊，我在电视上有看过猴子握手哦。老师要他立正站好，他就乖乖站好；叫他握手，他就会握手，超级厉害的。所以我也想让伯伯变得这么厉害啊。那你有成功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教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根本都不理我。大头，我是有听过有人会教猴子或是狗狗握手的，可是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要教枫叶鼠握手的。是吗？嗯，一定是我的方法不对，所以伯伯就学不会的。香蕉哥哥，你带我去找那个教猴子的老师啦，我想请他教我秘诀，这样我就可以教伯伯了。好啦好啦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老师在哪里耶。我知道，我带你去，走吧走吧。大头，这里是花莲县的新城乡。香蕉哥哥，我说的那个老师，他就是这里的主任哦。魔术班、月亮班，大头，他是幼稚园的主任哦。哎呦，不是啦，他是猴子军团里面的主任啦。他在那里耶。阿茂哥训练猴子已经有3年喽，最高纪录是一次训练5只猴子。为了照顾生病的猴子，曾经连续值班50天没有回家，而且每天只睡2个小时哦。哇，原来要当个猴子训练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和爱心，还有细心教导也是必须的，这样猴子一定就会乖乖听话哦。阿茂老师，请你一定要教我秘诀，这样我的伯伯就会变成超级无敌枫叶鼠了。我没教过枫叶鼠呢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猴子跟枫叶鼠都一样是小动物，我想方法应该差不多啦。对呀，阿茂哥，可不可以让我跟大头留在这里一天帮忙？说不定我们看你训练猴子，大头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训练伯伯的方法。你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、yeah! 可以，太棒了哎、欸！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阿茂哥、欸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就要去扫地。扫地要扫哪里的地啊？扫那个猴子的排泄物。哦，帮猴子清理便便，这简单，我有经验哦。赶快来扫。看来我跟扫大便还真有缘。阿茂哥，扫的差不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不错，好清洁哈。香蕉哥哥，我快摸到他了耶！没人，大头，你小心一点啦，等一下不小心被猴子咬到哦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不会，猴子会咬人啊。受过训练啊。可是我有个问题耶，阿茂哥，我刚才在打扫的时候啊，我发现这些猴子啊，每一只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啊，你怎么都还分辨得出他们谁是谁啊？这个 Happy， 它的毛比较漂亮啊。然后第二只呢？第二只额头很凸，是高额头的，看额头就知道。这是谁？金宝。金宝。然后体型比较小，比较小。阿光，他就比较小。然后这个脸比较红，脸好像过敏一样，就是谁 ？Lucky。Lucky 脸过敏。最后一只呢？这个很像孙悟空，很像孙悟空的是Mary。Mary。所以每一只其实他们的脸的特色都不一样，对，还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啊，就看起来很像，但是仔细看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像你一样很帅，像你比较帅，你比较帅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
猴子、猩猩和人类都是属于灵长目的动物哦。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：一、四肢修长；二、手指、脚趾都可以弯曲；三、眼睛宽大朝前方；四、脑容量大。所以它们可以说是动物中最聪明的哦。大头，你很没耐心哎！你看阿茂哥的猴子在那边都乖乖的坐好，哪像你没站多久啊，就在那边动来动去的。真的耶，他们好乖哦！阿茂老师真的很厉害耶！哎、阿茂哥来了哎！阿茂老师，你们等很久了哈、阿茂老师，你去哪里呀、我去忙一下。那他们现在住在这边在等什么呢？他们要准备上课啊。跟小朋友一样啊，准备上课。哎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看你上课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好，上课喽。上课了啊。请问，大家好。茂哥说，训练猴子不厌其烦的一直重复是很重要的哦，所以一天点名个十几二十次也是家常便饭。哎，不知道有什么技巧，不如叫阿茂哥让我试试看吧。阿光，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叫看看。阿光，阿光，阿光，有一点点。阿光，阿光，阿光，好，我知道，再一次。阿公，阿公，叫他阿公哈，阿公，阿公，来举手，哎，阿公他来举手，好啊好啊，占我便宜是不是？那我来试。原来啊，训练小动物说话的语气跟平常不一样哦，要坚定，要有权威。大头，这可是阿茂哥的秘诀一，你要赶快记起来哦。水晶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他好像有点紧张哎。没错。哇，好可爱哟、我刚刚有看到他是不是会握手啊？会。那他会跟我握手吗？可以试试看、啊。握手。水晶勺，水晶勺。握手。勺。我再叫一次。好可爱哟。大头。阿茂哥要帮黑皮他们换衣服喽，我先去找他们喽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等一下就过去喽。水晶，水晶来，水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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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阿茂哥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新娘衣服？是要给谁的？黑皮穿的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帮忙吗？好，可以。好啊，那你教我好不好？你先教我，你先。好，来 ，Happy， 试着把它套上去吗？套上去哈。Happy 来穿衣服。好 ，Happy， 来，好啊，跟小朋友穿法一样。好，首先呢，首先，那他过来吧。对，首先。好，我不太会帮他穿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手伸直，好，好，冲过头。冲过头。不好意思啊 ，Happy。对对对。不好意思。好，好棒，好棒、听话哦，好棒，好，还有另外一只手，这是手，
好，那我要帮他拉起来吗？帮他拉好了。哦，感觉我马上是夫妻哦。Happy， 我帮你拉起来。待会那个 party 就是我们认识新朋友，还有吗？还有如蝶姐。Happy， 你好漂亮哦，比 Happy 哥哥还漂亮，好可爱哦。哇，那等一下，他们现在穿好了，等一下要去干嘛？上台表演。表演喽，准备就绪，服装都换好了，那我们看欣赏他们的表演吧。好开心哦，不知道待会 Happy 他们表演的怎么样，哎，真的好期待哦。在开场亮相之后，阿茂哥要帮小猴子们换上迷彩装，准备待会的表演。注意听，阿茂哥对小猴子们说话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像在跟小朋友说话呢？跟小朋友一样穿衣服。来，乖乖哦，好，你的头那么大，啊，你没有比大头大，乖，干死他，不行，乖乖，你回家啊，对，还笑那么大声啊，怕痒，因为怕痒。有没有心也没有在这边啊，好，底下他们出现的时候，记得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哎呦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！快点啦！哎，你听听啊，快到香蕉哥哥了。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毕业三楼。和小猴子们的表演真的好精彩哦，而且把观众逗得好开心，真希望我的伯伯也可以这么的厉害。香蕉哥哥，哇，我刚刚在下面看表演，我觉得阿茂老师真的好厉害哟。对啊对啊，我觉得阿茂哥啊跟他的猴子们啊默契十足哦。嗯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表演的内容好像有点简单，我想试试看呢。哎，好哎，不如等一下我们就来一个大头香蕉 Super Show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大头加油啦！香蕉哥哥，这个好难哦，我觉得猴子们真的很厉害耶。对啊，可是我们不能灰心，走，我们去试下一个。久才爬到这里，还要摔下去啊！香蕉哥哥，我觉得这个好难哦。我想去试试看空中飞的鞋怎么样啊？耶！大头，等我一下。大头，预备备，开始！哇！香蕉哥哥，我觉得阿茂老师的猴子真的很厉害耶。大头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行啦。我看我还是帮你去问一下阿茂哥，看他到底是怎么训练猴子的好了。好，那你就在这里加强练习，预备开始。要学吗？有没有说训练猴子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例如说对他们要很有耐心，还是说最重要的有三点，也是有也有三点。第一个，你心情不好不要叫猴子。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叫猴子。你太快乐也不要叫猴子。这个三个要领啊。
不能把你的情绪带到对，带到猴子前面，要以平常心来带猴子。嗯，不能我生气我就骂你，我就修理你，哦，我就体罚你，不行。嗯，好，要跟现在的小朋友一样，嗯，爱心一样对待小朋友一样。对，嗯，就这三点。哇，阿茂哥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表现那么好，那有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奖励？有啊，准备好了，在这边。哎，他们吃的是这个，哎，好好吃的饼干呢。先给 Happy， 那你帮我跟我讲，第一个是 Happy 来，第二个是，你看这个一直拍手的是谁？我们要给他多拍几下，多拍几下，最后再给他。好，那第二个，阿光。嗯。来，你给他，好，再来是 Lucky 来，嗯 ，Mary 坐好 ，Lucky 坐好，好，再来是 Mary， 最后很会拍手的是，拍手，好棒哦，金宝，哇，你看他们大家吃的大快朵颐，很开心呢。就像小朋友一样，得到好吃的东西就很开心。秘诀二，用食物当奖励。我记下来了，会不会这么贪吃？我想这个方法应该很有用。阿茂哥，刚才我已经巴结过他们，让他们吃东西了。对，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几招，就是可以指挥他们的口令跟动作？好啊，好。好，那学什么？我们就先学起立跟敬礼。起立跟敬礼，好。我先示范。你示范一下。好，来，起。好，请坐下。好，哦，我来试试看。不知道我们什么诀窍，再一次看。请。以为大声就有用，再一次哦。请。好。请。再见。没人听话了啦。小猴子们，你们也太现实了吧！刚刚喂你们吃小饼干的大恩大德，你们也忘得太快了吧？哎呦，真糗！吃饭时间到了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！这是小猴子的晚餐吗？对对对，来看一下有什么马铃薯，哇，还是煮过的，热热的，还有芭乐，还有这个柳橙。还不错哦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喂他们吧，走走走。等一下，这个要一个一个喂，一样一样喂，一样一样。你是说每一种都要先喂六只吃一次？对对对。像马铃薯，每一只都先吃过，然后再喂别的，然后再喂别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马铃薯是属于淀粉类啊，跟我们人一样要先。有點吃饱，对对对，才不会说啊，吃了好吃的，然后不想吃，不想吃挑食，会营养不良。这个很有道理耶。辛苦了一整天，连太阳公公都下班了，但是阿茂哥的工作却还没有结束，因为猴子们有时候会打架、生病等等的突发状况，所以阿茂哥必须留在这里值班过夜，没办法回家休息呢。大头。我们已经跟着阿茂哥一整天了，那训练小动物的技巧你到底学会了没啊？当然学会了，看我的秘诀一，语气，微波音，握手，不理我，快走快走，微波音，握手，还是不行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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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大头。我看你这一招对伯伯来说好像没有用哎。啊，好吧，那我换秘诀二，用食物。伯伯义，伯伯义，这个给你吃好不好？伯伯义，来来来，伯伯义，会。啊，你怎么还是不理我啊？给他吃的他也不行。哎呦，怎么办啊？大头，我看你啊，就不要再握了啦。
阿茂哥不是说过吗？在训练小猴子的时候，要依照他们的特性进行训练啊。我看布依布依应该不适合学握手哦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来训练我的乌龟小绿好了，说不定它会变成一个超级天才龟耶。好，这个就好了。你可能常常看到小猴子在树上蹦蹦跳，在这里却可以看见小猴子排排坐准备要上课。怎么样把生性活泼好动的猴子变成听话的乖宝宝？阿茂哥自有一套法宝。在他的眼中，猴子就像小朋友，个个都是充满表演欲的小明星。阿茂哥对猴子的嘘寒问暖，从打扫栏舍到照顾三餐，心里只想着怎么样让他们更棒，没有想过自己的辛苦。看着猴子准确地做到训练的动作，大小朋友看表演而满足的笑脸，一切的辛苦好像都不足挂齿。如果下一次你看到小猴子精彩的表演，不要忘记给猴子开心的喝彩，也不要忘记给这些训练师精彩的掌声。可爱小猴子的训练师，加油！谢谢阿茂老师，我们有空会再来看你哦。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